第二代，游戏开始，要玩对战捕获，选择想捕捉的宝可梦吧。 宝可梦听到呼喊了，救急球打开了，龙石兽，来吧，派出你的宝可梦，是按下按钮决定，按下按钮决定。 把摇杆球向前推。 这次的对战得分出炉喽，这是你的喽！太好了，获得搞来币喽！二代，游戏开始，要玩哪对战捕获？选择想捕获宝可梦吧。 小号程度，附近的宝可梦听到呼喊了，救急异兽出现了！天！三角新兽，来吧，派出你的宝可梦，是按下按钮决定。 按下按钮决定。爸爸，凤凰，杰克罗布。如果你有支援宝可梦券，对战开始。 前推。 奖励。
时间。救急球击坏，把摇杆球向前推。好厉害，是高级球。开蛋有一次。
那个鸡蛋的。啊，没中。游戏开始，有对象捕获，袭击到。选择将更多的捕获时间。抓到的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？用喷！大太古成就。附近宝可梦听到呼喊了。三下